头，大家可能都听说过，有很多这个指挥交通的超人。美女，我们先来看一看。是这个朝鲜哦，在街头的交通警察。那么我自己本身在朝鲜采访过，其实当初我们一看到街头这个女警，我们也非常的惊讶，很惊艳哦，留在路边看。但我们私底下了解，他们真的都是经过挑选过的，包括身形啊，太胖也不行哦，但有一定的一个严守的标准。但是呢，我们觉得很好奇，就她站在路口，其实有时候没有车的时候呢，她动作也是一样大；有车的时候，她动作也是一样大。对，就是说朝鲜的街头，其实呢，像这样的指挥车的美女，要比真正的车还多。那么有车过的时候呢，当然她可以指挥啦；没有车过的时候呢，这个美女呢，也就可以自己做一做健身操，或者是跳跳。